Hello， 大家，我军酱。今天呢，我给了国中妹妹一人500块，在宝雅选择他们自己想买的东西。那他们到底会买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开去吧 ，Go Go！ 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给他们一人500块，然后让他们在宝雅买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他们会买什么吧。现在想要买定型喷雾。选哪个比较好？我今天要买这个。今天想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染头发的。所以你打算把你的500块预算花在染头发上面？对啊。你、欸、这蓝色的好看吗？可是那很贵。对了，这样它可以方便。你这样406。我这样406。那我还有。你还有94块。你不要乱进啊！169的。这是我刚才讲的啦、啊。哦，对啊。好啊，那你就买这个吃。我要买一盒还是买两盒？哦，那一盒就够了。安、啊、妮，你现在又想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还有剩94块。快点！你不要跟着我。我好、啊。快点，你要买什么啦？94块。你现在在选择。Before after。可是你知道这浅色它染出来是真的会蓝色啊。可是如果这个的话，你看它一样也是浅色啊。你看我如果用这个先染浅色，可是它染出来你看有蓝色吗？三个不是都一样吗？可是比较，这比较便宜。这它染不出颜色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低调蓝啊，拿这个啦，低调蓝。多少？是349买一送一，啊不是349，哦，完蛋，399加349，可是这买一送一耶，那它是可以这样改出来的。你现在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个定型喷雾跟一个唇蜜。这样现在多少钱？406。哎、欸，你还有剩94块，你要买什么？哎、欸，其实我可以再买一个半。嗨，你好，老板，你要犹豫多久？哎、欸，是多少？可是这买一送一耶，是399。对啊，啊我这个是349买一送。那你为什么不要去外面染？啊，外面染要2000多，我原本也是要去外面染。只是我现在有他给我的钱呢、啊。169。他这是对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浅色染出来，它只有这样、啊。还是你买这个，啊、你就可以。你看它可以，它只染成这样。现在多少？94块，还是你的94块要赞助他？等一下，我先。如果好，我快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先看好看。你们两个其实可以合并一起，然后看，一起选啊。哦、对啊，这样你们可以一起。你们两个这样钱不会比较多。快、欸，你好，手机。为什么知道？我帮你。没有啊，你手机还不是放在下面吗？哪里？不放。对。不要进来。那手上很多东西就是会乱乱。给、欸、那个3块钱马币，399加349，743。我要换一支。嗯，好了，345。你交500块。所以你是一定要买那一个吗？是啊，是的。就只有那个才染得出来那个颜色。是啊，它这个也是，这个可以，只是要399哎、欸。哦，这不是更贵？这两个都399嘞、欸，这样等于快800了嘞、欸。可是我去看哪里还有泡沫脆脆纸？哎、欸，这里啊，这169而已，那我买这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169可以。对，169是脆脆纸啊。买。那这里是它这多少？的意思是说它够用我的头发了。所以你是要染枕头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就是我只要染里面。对啊，所以不用买、哦、买那么多啊。对啊，上次我就买这个，然后这个是走。399，比较好。看下面的，是吗？那就102，因为这个比较，哎、欸，你觉得比较好？嗯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，那就这个，你就这个。好，所以你现在406，你的94块。我94块。还是你要充公？充公什么？一支还我。不要。你不是要买绑头发的？可是，好了，你是可以。那我这样还有多少钱？还有94，可是我又不想买了。可是我家里的所有都不见了。
94.49 OK。94.49等于多少？我不知道，现在给他听。94.49等于多少？少。你在计算？94.49。45。你还有45块。我可以赞助你45块。他现在不用，因为他现在改买那个只要169的泡泡。哦，好，那你不用泡泡。OK。漂漂。然后呢？我要这种，我要哪一种？我觉得这很好看。这好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没有很蓝的。雾霾蓝。我比较喜欢这种。我的手机，还有你的909，还有我的饮料。哎、欸，你还有45块，看我买。哦，买我的饮料。你需要吗？你有多少？他应该不需要吧？399加169，五六吧，多68块。可他只有45块。那我这里还有。好，我还有一点点。我真想买吗？我不想买这个了。算了，没关系啊，买一买。还好月饼，你还不等我，好没关系哦。会员有吗？嗯，没有。好，满袋子吗？这姐妹情深哦。等请到38号，一点30，1030。哦，还健康，爽，爽爽。别吃饭，谢谢。好，就是呢，我买了这个蓝色的那个染头发的东西，对，就这样。换你来吃。好，我买了一个定型喷雾跟一支唇蜜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。然后呢，我还要买一个这个漂发染，就是对，就是这样，买了两个这样。然后你我就买了三个，哪个东西多少钱？这个100，这个306，这个49，我还有45。好，我这个169，然后这个399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个总共花了1000多。嗯，对，1026，对对。啊，你们自己说，然后300观看的话，就下一次。如果300观看的话，再拍下一集。对对，下一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对，然后开小铃铛。对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好，你要说你的 IG 是什么？我的 IG xinn_04，然后我的是 dhangxiny39。好，请追踪我的 IG， 谢谢。哎呀，记得帮我放啊，放我们在那边。对啊，你要帮我放，要帮我真的给我放哦。好，我就把我口红用掉了，拜拜，好笑。那这次呢，我跟国中妹妹立下了一个誓约，只要这部片达到300观看，我们就会再找国中妹妹来参加。那也欢迎厂商指定国中妹妹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就到这结束喽，大家拜拜。你要先，你们一项介绍好不好？一项一项，然后你们轮流一项一项。好，那我先介绍，然后再换他。好。好，先一项就好，然后你介绍完一项，然后换他，然后他再一项，然后再换他，然后再一项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我讲啊，讲。没有挖出吗？